揸住支笔，亲手写信。有人觉得比起其他通讯方式更加美好。亲手写出嚟咧，可以睇到佢笔迹嗰个力量，可以睇到大家写嘅嘢咧，觉得系亲切感多啲嘅。由认识、拍拖到结咗婚，佢哋都坚持用纸笔传情。兩公婆拗交咧，就係你一句我一句咧，一定會嗌交嘅。咁變咗咪喺封信嘅寫翻低，大家可以有個緩和啊，唔會兩個真係硬拳硬包咁，大家去冚咯。人生有限，不過書信留低嘅情感就延綿不絕。如果日後我再年紀大咗，我唔記得嘢嘅時候，我就要靠呢啲書信去回味翻我之前我哋嘅相處。你問我信係代表啲咩？一個感情啊，一個人掂過嘅嘢交到你手上，真係表達到一個人嘅心。36岁喺保险公司做财务策划嘅黄长贵，每一晚大约6点放工之后，都要搭个几钟头车翻屯门屋企。唔少人都会趁坐车补眠或者睇手机，不过黄长贵就会攞起笔同埋纸写信俾笔友。我又好習慣搭車嘅時候會寫啲信啦，或者喺餐廳等人嘅時候，有啲時間嘅時候，我又會攞支筆去寫啲信。我覺得係寫信呢樣嘢咧，係嗰一刻嘅感覺咧，你就好想快啲寫完俾佢咁樣。黃長貴話：每一日翻屋企最期待嘅就係打開信箱嘅一刻。我就會睇下啊，邊個筆友寫信俾我咧？我寫俾佢嗰個回咗信未咧？即係好期待封信裡面嘅內容係乜嘢？封信咧就我個筆友啦，喺監獄裏邊寄翻俾我，喺石壁監獄即係服緊刑嘅囚友啦。7年前在朋友介绍下，黄长贵加入了一个志愿组织，成为同囚犯通讯的笔友。他现在一共有9个笔友，1/3都是被判终身监禁的囚犯，不少同家人朋友已经没有联络。这个社会上面都有一些偏见，就是觉得他们做错事啊，很少人会理会这班在囚人士，所以我觉得我都會做寫信俾佢哋。其實佢都係人一個啦，人都需要關心鼓勵嘅。在囚人士喺一般情況下並唔可以透過電子方式同外界聯絡，只可以靠書信往來。黄长贵做了囚友笔友7年，他说慢慢发现，其实书信比起其他通讯方式有更大的威力。他记得一位因为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的囚友，同太太两个仔失联近10年，因为一封亲笔信成功令父子破冰。他告诉我知，其实他都挂住屋企人。咁我就話，不如你試下開始寫第一封信，話俾佢聽，我其實我都好想同你見面，或者我想知道你近排嘅近況。咁最終冇諗過，隔咗咁多年，一對仔仔終於肯嚟見佢。我相信佢收到爸爸寫嘅信嘅時候，勾起佢就係細個嘅時候，爸爸會帶佢邊度玩，係點樣生活，一啲嘅畫面。而見到嘅筆跡嘅時候，就會諗起爸爸原來仲喺度嘅。今時今日要聯絡一個人，
只要发一个电子信息，弹指之间就可以传到千里。不过在通讯科技仲未咁发达的八九十年代，要联络不少人就要靠一部大哥大电话。更加早期的可能是一部只是能够显示数字或者中英文简单信息的传呼机。连传呼机都未有的六七十年代，就要去士多或者人的家里借用转盘式电话。3235腹肌，密码唔该。1234，白兔仔，唔知其干，不见不散。其实在未有智能手机、电脑、传呼机，甚至转盘式电话的年代，同亲友联络、找工、认识新朋友，都是靠一张纸、一支笔。在50、60年代，香港有不少写信佬帮人代笔写书信为生。印刷报纸亦都有成征笔友的栏目，俾人以笔会友，传情达意。靠书信联系的年代到底是怎样呢？燕凤啊，咩日子虽然一日一日的过，唯有三天你一定要在我眼前出现。但我总觉得日子一难过，因为你不在我身边。福哥，十分感谢你三年来对我的照顾，多谢你受了三年的气。I love you。哇，我们结婚的三周年啊！61岁的何穗薇同埋62岁的梁福建结咗婚37年，佢哋嘅姻缘由一封信开始。两个人小学就翻同一间教会。梁福建说何穗薇后生的时候很喜欢打篮球，开朗又好动，很吸引她。不过因为自己性格内向，不敢主动认识，直至知道何穗薇要搬屋，怕见不到对方，就鼓起勇气写信给她。就是怕丑不说话就写信，又问她为什么搬那么远。跟住問佢仲會唔會翻，會唔會翻嚟啊聖堂咯？係啊，一翻聖堂我有機會見啊嘛。佢唔翻嘅，我未必去到佢嗰度啊嘛。唔知道佢個感覺係點，佢個反應係點。總之你真係一個係嘗試嘅心態啦。連續寄咗4封信都收唔到回音，不過梁福建冇氣餒。每个月继续写2封信给何穗薇。何穗薇说被对方在信里面的傻气打动。3个月之后第一次回信给梁福建。他的坚持啊，同埋都不停给信我，我又觉得这个人这么有耐性，写回几个字给他啦，即又很惨的嘛，是不是？即是朋友的，纯粹是朋友，没有拍拖的言。在梁福建4年多的书信攻势之下，两个人20岁正式拍拖。期间都不时互通情书，多年来累积超过100封信。你呢句几好啊！阿妹，我没有拣错人。不过5年前屋企洗衣机漏水，浸烂咗大部分嘅信，得翻10几封仍然保存到。依家揾唔翻嚟，依家唔开心嘅，难过嘅，记忆冇咗，咁就我究竟第日点样去回想翻两上点样去由一个点点滴滴聊下我到我哋今日仲可以一齐相处咧？咁好失落啊！因为再揾唔翻之前我写啲乜嘢。之前我寫啲信，睇到自己即係文筆咧，同埋個感情咪慢慢進化，都冇辦法噶啦。最緊要就係話，依家身邊嘅人都仲喺度。
结咗婚接近40年，两夫妇写情书俾对方嘅习惯并冇中断。哦，食饭。有时候佢哋会随手拎起一张环保纸，将日常生活入面欣赏或者不满对方嘅事写成一封信。有时候老公语气唔好，贺穗薇就会俾一封投诉信佢。有时候老婆帮不善抉择嘅梁福建做到好嘅决定，就会有赞赏信。食多久啊？咁肚饿。好似上个月，梁福建好多时都陪老婆去到唔同嘅机构做义工。何穗薇就静鸡鸡写咗封信赞老公。有时候啲嘢好想同佢讲，但系有屈突咁啊，对住佢讲，咁啊有感而发咪写咯。都系往日咧枕头底，冇理由递封信俾佢，又俾啲神秘感佢啦。似咗个翘手，翘手喺度。退休前，梁福建是警校教官，一直的训练床铺要执得好整齐。咁样就收工啦，跟住就攞埋呢张嘢啦。佢习惯执床之后会拍下个枕头，好快佢就发现枕头里面有封信。又有咩啊？跟住咧就呢个咧就摆埋呢度啦。收到信，梁福建话通常唔会当住老婆面前睇，会行埋一边，睇完之后有感而发就会回信。咁啊，多谢佢就系喺个仔女面前啊，建立咗我个一家之主嘅形象。写完信，梁福建叫老婆帮手切生果。我切苹果，切苹果。好啊。顺便将封信收喺台角。吃生果喎，接得幾靚啊！兩個人一邊吃生果一邊睇電視。誒？冇幾耐，何穗薇就發現咗封回信。Yes， 我都會與你咁答噶啦。兩常，好多謝你對我的信任。同恩屋檐下，仲要以書信往來。呢一對老夫老妻話：書信係維繫佢哋感情嘅秘密武器。因為大家嘅性格唔同啊，喺佢説者無心，我聽者有意，咁我咪懟封信俾佢咯。大家唔使咁多衝突。最得意啊！有時嗱，兩公婆鬧交咧就係面對面嘅，你一句我一句咧，一定會嗌交嘅。咁變咗咪喺封信嘅寫翻低，即大家可以有個緩和啊。不會兩個真係硬拳硬包咁，大家去冚咯。所以有時候寫信就好嘅。36岁做财务策划的黄长贵，7年前在朋友介绍下成为监狱囚犯的笔友，现在一共有9个囚犯笔友。除了写信，他每个月还会抽2日探下同他通讯的囚友。这一天天都未光，他就起身带埋洗头水、毛巾等的日用品去赤柱监狱探一个因为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的笔友。我跟他通讯了差不多7年的时间，是我的第一个笔友，也是我第一个做探访的人。黄长贵说，最初决定去探这位囚友，是因为有一次在书信里面得知他已经几年没人来探过，好希望有人嚟探訪，於是黃長貴就向有關志願組織申請做監獄探訪員。不過佢坦言，起初要同呢一位筆友見面，心入面都有啲忐忑不安。
會唔會一啲好似黑社會大佬咁樣啦？甚至可能我會覺得係佢對我嘅生命會唔會有危險呢？我其實好緊張嘅，第一次見佢嘅時候，我真係好緊張。我哋會唔會係可以 connecting 到咯？不過幾次見面同埋持續嘅書信往來之後，黃長貴嘅恐懼一掃而空，大家仲建立咗一種微妙嘅信任。我點樣覺得佢信任我呢？就係佢肯終於講出佢嘅案件情況啦。因為好少人會係赤裸裸話俾你聽我犯咩事入嚟嘅，所以佢講翻佢成個 case 俾我知嘅時候咧，我就好肯定地佢信任我。當佢肯講佢內心世界嘅時候咧，我發覺佢係一個肯聽人意見嘅人嚟嘅，所以我先會覺得我同呢個人可以繼續交流落去咯。每一次探監之後，黃長貴都會寫翻封信俾啱啱探完嘅囚友，分享翻見面嗰陣嘅感受。睇翻同被判終身監禁嗰一位囚友多年嘅通信，黃長貴話自己喺過程當中都有好多感悟同埋得著。佢嘅事件令到成個家庭破裂啊！他說要多多珍惜與父母、妻子、子女之間的緣分，生命真的很短暫，短暫得讓我們來不及回頭。我相信他寫這兩句的時候是出於內心的，因為他寫的字比平時是密密麻麻的，寫的字是深色一點的，可以看到他筆跡的力量。我覺得係去著緊啲，佢想帶出呢個 message 俾我知，真係要珍惜屋企人啦。睇咗呢幾句嘅時候，我就喺諗翻起啊，其實我第一次同爸爸媽媽一齊去旅行係幾時咧，同埋係去邊度咧，咁都有嗰啲反思咯。忽然間，可能我哋成日覺得爸爸媽媽日日都見到，但係原來唔係一個必然嘅事咯。特別啦，好得意！誒，呢個字啊，似我哋以前寫信嗰啲啊。係啊，呢只。呢一個年代仍然堅持寫信嘅，仲有結咗婚37年、61歲嘅何穗薇同埋62歲嘅梁福健。15、16歲開始，佢哋就互相寫信俾對方，直至而家都未停過。佢哋話由揀信紙嘅一刻開始。信紙的顏色、花紋、圖案都代表著寫信人的心思。信件的東西我是喜歡看完再看，我現在答完 WhatsApp 有時其實我都忘記了我答什麼，但是信件的回覆是深思熟慮，有味道。送給你，多謝。回去慢慢寫。那條草啊，記唔記得細個翻學啊？感冒重啊嘛。何穗薇同梁福健小學就翻同一間教會，20歲嘅時候開始拍拖，不過唔夠一年，兩個人一度分手。當時做警察嘅梁福健被派到掃黃賭毒嘅小隊工作，期間日夜顛倒，好少聯絡何穗薇。兩個人最少離多，何穗薇就主動提出分手。不過9個月之後，梁福健就寫信俾佢，希望可以復合。有啲嘢咧，當面咧就係未必講得出。啊，第二咧，見到佢咧，我就有時講唔出嘢㗎。最佳方法就咪寫信，寫翻封信就 call 咯。你好嘛？跟住而家咁點啊？依家多唔多男仔追啦？跟住咧又講話，因為我出巴士嗰幾個月，即係大家唔可以聯絡。我而家已經翻返正常啦，我哋不如從頭再開始，好嗎？收到信之後，何穗薇並冇即刻回信，不過信入面嘅一字一句令佢諗翻起唔少兩個人拍拖嘅片段，最後應承復合。你咪連續幾日寫信俾我嘅，我諗起佢早段嘅時候會特登跑步去嚟
偶遇啊，製造啲偶遇嗰個感覺啦。第二個感覺咧就係第一次拖我手嗰時，嗰時行山行斜路，係咪見到唔夠氣定係點？佢拖咗我隻手就好自然咁啊拖咗。係啊，望一望，大家好似咁又向前望，係笑咗一下。想起呢兩個畫面嘅時候，我係可以一齊咯。封信是一個觸動位。好靚。由相識到拍拖，由拍拖到結婚，再由結婚到婚後，何穗薇和梁福健都未停過互相寫信。寫了這麼多年，他們說最擔心有一天收不到回信，沒人知道死神何時會敲門，所以這一對筆友已經預先寫定最後一封信給對方。唯一等不住的就是老伴，一路寫的話很多片段會走出來，所以一路寫一路寫就有所感觸。即是我不在这里怎么办呢？没人写信给他，就留一封信给他。当然要开心。当你真的病的时候，可能你拎不起支笔，有可能你已经记忆不到这个男人是谁。所以我觉得信件在当你尚在健在精神啊情绪或者你的任何一个 moment 都好好美好的时候做呢是最好的。如果有人突然间我拜拜冇咗我呢个老伴，希望第日揾到一個好似我咁嘅啦，揾翻一個新老伴陪一齊行埋餘下嘅路。如果有人同佢來往，雖然更幸福啦，希望啦。